오케이. 오케이. 詩嘅國歌，咁其實嚟講，旋律係前蘇聯都係用呢首國歌嘅，咁只不過個歌詞又改咗。喺蘇聯解體咗之後咧，曾經個國歌唔係呢首嚟嘅。咁啊，普京上咗台，
而係1999年12月31日，佢做呢個代總統之後咧，當選咗，佢就將呢、這個用翻呢個蘇聯國歌嘅旋律咧擺咗落去，再改歌詞咁樣樣，就而家一般我哋聽到嘅俄羅斯國歌啦，呢、這個啊，咁啊係相當之好聽嘅國歌嚟嘅啊，我覺得喺世界各咁多國歌嚟講，其中一個最好聽嘅國歌就俄羅斯嘅國歌啊。咁啊啊呢幅圖你要見到啦，就係、是左上角嘅就係有俄羅斯嘅國旗啦，三色旗啦，三色旗歷史好長噶啦，喺帝俄時代就已經用噶啦。咁啊國徽就係雙頭鷹啦。咁亦都帝俄時代用嘅國歌嘅歌詞啦，咁啊國歌嘅歌詞嘅英文同埋俄文版本喺右下角啦，啊，咁啊基本上我都成日唱噶啦，以前啊，都去到而家都有時都會唱啊。咁咧地理，咁我俄羅斯全世界最大嘅國家嚟嘅，所以咧我有一樣要講咧，就係話如果有人自己話自己係俄羅斯專家嘅，一定係講大話，因為俄羅斯太大了，就算在我來說呢，我都是會比較熟悉它歐洲那一部分，在這個亞洲那一部分呢會相對來說比較陌生一點，因為俄羅斯實在是太大了，還有俄羅斯是很多民族的，你會在街上遇到一個亞洲面孔的人，分分鐘可能是類似韓國人、類似中國人呢，他其實來說都是俄羅斯人來的，頭髮的顏色也都有機會是不同顏色，有會有唔單止係金色喎，有啲可能係黑色啊，甚至係微紅色啊，紅紅又係啊，咁啊可能又會有係呢個黑色啊、藍色啊，咩都會有嘅，但係一律都係講俄文為主嘅，咁啊呢個就係俄羅斯啦，所以俄羅斯係我對我嚟講，而家我都仲係喺度探索緊，究竟即係要再要慢慢去將呢個國家去明白，咁咧。俄羅斯去點樣去用地理去點樣瓜分呢？你見咧喺個圖上面咧有一個叫做烏拉爾山脈，呢、這個烏拉爾山脈就將俄羅斯斬開咧，成為歐洲嘅部分同埋亞洲嘅部分。亞洲嘅部分當然佔大部分嘅，亞洲嘅部分咧係有個特色，就係人煙稀疏，同埋嚟講咧係相當之寒冷嘅啊！世界上最凍嘅地區就是日喀斯可以去到-70°C。但是-70°C的他們都照樣是工作、生活、上學也都是如常的，那啊去到11月開始，這些地方基本上就冰天雪地了，直到去到什麼時候，去到大致上是4月甚至是5月。歐洲相對來說會好一點，因為歐洲相對是比較是平坦，同埋來說很多草原的那呢，所以來說呢歐洲這一部分就會相對來說是經濟比較發達一點，人口密集一點，還有來說會有農業了，但是因為平坦的原因呢，所以過去呢成為蒙古人、一些突厥人、容易攻陷 的一個地方來的、附帶一提了、其實俄羅斯裡面呢有全歐洲最高的山，就是這個高加索的區域叫 Erebus 啦，5000多米噶，啊，好少人，外國人會知道呢一樣嘢，佢哋可能以為係瑞士啊等等呢啲國家有最高個山，其實歐洲最高個山喺俄羅斯，啊，而歐洲最大嘅全世界最大嘅淡水湖都喺俄羅斯貝加爾湖，咁呢個就是俄羅斯啦，咁啊俄羅斯個天氣一個字概括係凍，所以嚟講咧。冬之餘呢就是冰天雪地，但是呢就按不同的地方呢它 有不同的濕度，例如這個高加索地區的相對來說溫暖一點，但是比較濕，聖彼得堡也都是一個濕凍的，莫斯科就會是乾凍的，那所以來說呢在俄羅斯來說呢基本上冬天呢凍是很吸引的，冰呢就另在看地方、咁所以俄羅斯人咧好中意夏天嘅，因為俄羅斯人嘅夏天咧就差唔多等於我哋嘅秋天。咁啊，去到一夏天就會去旅行啦、成啊咁樣樣啦嚇。去到冬天咧，就通常嚟講都冇得出去噶啦。咁但係咧喺俄羅斯嘅冬天嚟講，喺室內咧其實嚟講唔係真係咁凍嘅，因為普遍都有暖氣嘅。所以有時佢嗰、那個喺室內嘅話咧，會仲暖過喺香港。
好，嗱，你俄羅斯嘅歷史，嗱，俄羅斯嘅歷史咧有少少爭議嘅，點解咧？因為喺俄羅斯人嚟講，或者喺俄羅斯政府嚟講咧，官方嘅講法咧，俄羅斯嘅歷史起源於喺基輔。基輔咧其實嚟講就係烏克蘭嘅首都嚟嘅。咁咧，但係喺烏克蘭人嚟講咧，就會話你啲莫斯科人啊，我哋嘅歷史係俾你盜竊咗嘅，你哋嘅莫斯科就係莫斯科。基輔就係基輔，所以嚟講咧，呢一個六個分段喺第一嗰個嚟講咧係有爭議嘅啊。但係一般嚟講，俄羅斯人都會認為話自己嘅歷史嘅起源啊，文化嘅起源咧喺烏克蘭嘅基輔。咁咧啊，基輔時期係一個公國嚟嘅，公國即係你簡單嚟講咧。其實嚟講係一個大嘅王宮，跟住再下邊咧。分封咗唔同嘅佢個仔後代，跟住慢慢咧，佢其實嚟講亦都係一個多個王國嘅細個王國嘅集體嚟嘅啊嚇。咁咧後來咧，基輔羅斯係俾蒙古咧滅咗嘅，咁所以咧後來咧就有一段時間蒙古就統治俄羅斯啦，或者叫羅斯啦，以前叫羅斯嘅，唔係叫俄羅斯嘅，因為俄羅斯只不過係羅斯入邊其中一個大嘅民族。咁咧，直到後來咧，莫斯科公國興起咧，跟住咧就打敗咗蒙古啦，咁唔需要再向蒙古朝貢啦。啊，去到之後咧，就有羅曼諾夫王朝啦。羅曼諾夫王朝即係咧，一般嚟講我哋叫嘅沙皇咧，其實就係沙份呢個羅曼諾夫嘅王朝，直到去到呢個俄羅斯帝國俾呢個十月革命俾共產俾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啊，即係去推翻。咁咧呢段時間咧，嗰、那個期間，嗰、那個、大致上係三百幾年咧，就叫係嗰段期間叫沙皇嘅時期。當然咧，亦都有區分嘅。彼得大帝嗰陣時咧，十七世紀嘅末期咧，就彼得大帝學西方嘅文化、西方嘅科技、西方嘅技術，跟住之後咧，佢就呢個叫做改咗叫俄羅斯帝國。咁咧，蘇聯時期 total 係七十年，大致上係七十年。咁咧，1991年就解體咗啦。蘇聯呢個共產政權瓦解咗之後，再分翻為15個嘅獨立國家。所以嚟講，點解我呢個俄羅斯俄羅斯語言及文化嘅介紹咧，係唔淨止講俄羅斯嘅，係會包含嗰啲國家，就係咁解啦。因為大家都係講俄文為主。咁去到而家嘅就俄羅斯聯邦啦。1991年直到而家，相對係比較穩定嘅一個比較穩定，相對比較民主，相對比較自由開放嘅一個政體啊。好，呢個就喺俄羅斯入邊有一個 propaganda 嘅嗰啲博物館啊，叫做 Russia Maya Historia， 即係俄羅斯我嘅歷史啊，入邊咧即係我影出嚟嘅一啲照片啦。咁啊，有講最初基輔羅斯嘅時期啦。基輔羅斯嘅時期最初嚟講咧，其實嚟講佢係引入維京人咧去統治呢一個地方。後來咧，佢哋意識到咧，我哋俄羅斯要引入一種宗教，結果喺伊斯蘭教同埋呢個基督教之下去揀咧，最嬲尾就揀拜占庭嘅基督教啦。至於嗰個王嗰個叫瓦茨米爾啊，弗德基米爾大帝咧，其實佢受洗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克里米亞，所以喺俄羅斯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克里米亞唔單止具有戰略嘅地位，仲要係佢哋嘅文化認同嘅地方啦。嚇，咁咧就之後當然呢個國家過咗大致上係300年，俾蒙古就滅咗啦。啊，俾蒙古佔領咗之後咧，當然嚟講啊，最初蒙古就係殺曬啲人啦。跟住就剩低嗰啲就你向我朝貢就得啦，你每個月你每年咧向我繳納呢個中共啊税金啊等等，我就會俾你去管治呢個地方。咁咧，如是者亦都過咗200多年，跟住之後咧，莫斯科嘅公國興起咗，就唔向蒙古朝貢啦。後來咧，莫斯科咧就取代咗基輔等等呢啲地方咧，成為俄羅斯嘅政治中心。咁咧，直到去到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學西方改革，跟住將個首都由莫斯科搬到去聖彼得堡。記住咧，聖彼得堡以前咧係屬於芬蘭嘅，
瑞典帝國。咁咧，其實嚟講係個沼澤地，叫咗幾百萬嘅奴隸去嗰度啊，將有沼澤地變咗一個新嘅城。全部是抄西方的，所以来讲呢，圣彼得堡的建筑物呢是很漂亮，但是来讲呢就不是俄罗斯风格的，全部都是西欧风格的建筑啊。那么呢自此之后叫做俄罗斯帝国 Rossiskaya Imperia。 OK， 与此者经过了数任的皇帝啊女王之后呢啊，去到十八世纪就有一個叫葉卡捷琳娜特魯洛伊，就係佢係一個，其實佢係德國人嚟嘅，佢唔係俄羅斯人嚟嘅。跟住咧，佢取代咗佢嘅老公，啊，佢成為咗呢個俄羅斯帝國其中一個最偉大嘅領袖啊。咁啊，係好出名嘅，亦都有電影，亦都有電視劇啊，好多電影啊，係俄文嘅電影係有關佢嘅事蹟啊，同埋嚟講有關佢嘅情史啊，即係佢好特別嘅，大家可以上網去睇下啊。去到最嬲尾啦，去到最嬲尾呢個十九世紀，俄羅斯換咗幾次皇帝，直到去到最後咧，十二十世紀嗰陣時咧。俄羅斯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亦都間接令到俄羅斯帝國覆亡。最嬲尾嗰個皇帝就力加拿達羅爾，即係尼古拉二世啦。佢嘅下場都好悲慘嘅。佢嘅下場最嬲尾就係俾人哋，首先嚟講佢係唔係俾共產黨推翻嘅，佢係俾資產階級嘅革命推翻嘅。呢個二月革命佢就退位，跟住去到同年嘅十月革命咧，共產黨就將呢、這個。將呢個資產階級嘅政權再推翻之後咧，再秘密將佢運咗落去捷克捷林堡附近咧，成家就槍斃啦。咁啊，去到二千年打後嘅佢呢個遺骨，成家人嘅遺骨由嗰個地方挖出嚟，再運翻去聖彼得堡嘅嗰個叫做彼得要塞入邊嘅大教堂咧去安葬，仲封城咁咧。這個就是勃代皇帝的下場了，去到蘇聯時期有幾十年的曾經有一段頭個大致上是二十幾年的經歷了斯大林的清洗啦，經歷了二次大戰啦，俄羅斯的人口前蘇聯的人口銳減啦，去到五十年代開始俄羅斯蘇聯比較穩定，咁經濟高速發展。咁啊，打後就同美國展開冷戰啦。咁當然最後最嬲尾都係輸咗俾美國。最嬲尾就下場就係俄羅斯呢個蘇聯解體，分為十五個加盟共和國。而呢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每個國家根據佢個國情啊、人口啊等等，佢有唔同嘅發展。咁咧，但係一般嚟講都我哋都會認為咧俄羅斯係繼承蘇聯噶啦，哈哈。咁啊，俄羅斯嘅聯邦第一任嗰個總統就葉利欽啦。咁葉利欽咁喺俄羅斯初期咧，個經濟係大動盪嘅，所以叫震盪療法。嗰個盧布就貶值1000倍。咁啊，去到二十世紀嘅最後一日，1999年嘅12月31日嘅夜晚，佢就宣布咧佢退位辭職，而俾普京。交俾普京做呢個代總統，而普京咧就喺同日就代總統打後就贏總統大選，咁咧展開咗基本上到而家一路統治到而家。咁當然嚟講就曾經有4年咧，佢係做呢個總理嘅。咁但係一般人都覺得係佢其實嚟講都係一個好技巧性嘅即係一個轉移政權，實際上嚟講垂簾聽政啦。咁唔知佢而家會做到幾時啦？啊哈！咁呢個就係咧俄羅斯嘅簡單嘅歷史嚇。好，咁俄羅斯個官方語言就俄文啦。俄文嚟講咧同英文係都幾唔同嘅，但係同英文類似係咩？都係拼音嘅文字嚟嘅。咁啊，其實俄文咧嗰個字母咧叫做西里爾字母，係嚟自保加利亞嘅。咁咧喺現代嘅俄文有33個字母，遲啲我會介去到語言嗰 part， 我會介紹嘅。
咁最初佢引入呢個字母去拼寫佢哋嘅語文咧，曾經有四種嘅語文係同時並存嘅，包括呢個格里哥利字母啦，包括呢個教會嘅斯拉夫語，即係咧嗰啲神職人員講嘅俄文啦，一般民眾講嘅俄文咧口語啦，同埋咧比較有文化啲嘅俄羅斯人佢嘅書面語，四種語言四種唔同嘅語言文字咧係並存嘅。咁咧去到彼得大帝啦，即係呢個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咧，彼得大帝咧就進行第一次俄文改革，將俄文咧係簡化同埋規範化。咁但係出現咗佢個改革之後有個後遺症係乜嘢呢？因為佢同時亦都係引入好多西方嘅文化，令到咧當時嘅貴族咧好多係唔講俄文嘅，貴族咧係講法文嘅。咁去到民眾咧就先要用俄文嘅。咁所以有一個咁嘅 gap 喺度啦，有個 cultural gap 喺度啦。咁咧去到十八世紀初去到中期咧，出現咗兩個好偉大嘅人物。一個就是莫斯科大學的創辦人羅姆洛索夫，另一個人是有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普希金，就為俄文咧進行第二次的改革。咁咧，佢第二次改革將俄文的地位咧提升到係呢個國家的語言啦。十月革命之後咧，再進行一個非常科學性的俄文嘅改革，咁形成咗而家33個字母的俄文系統啦。咁基本上咧喺大致上係十月革命到而家嚟講個俄文咧。個文化啊等等係相當之穩定嘅，所以學俄文雖然係難，但係咧亦都相當之規範嘅。亦都你會學咗俄文之後咧，你可能你如果你講英文啊，講其他語文咧，你相對嚟講會對嗰個 grammar 啊等等咧會比較 alert 啲，係幾好嘅嚇。但係咧唔係容易嘅啊。好，咁咧俄文33個字母啦，咁有10個元音，21個輔音，咁同埋兩個分音符號，即係咧唔發音嘅。俄文和英文最大分別是什麼呢？俄文是一種叫屈折語，屈折語就是說它詞尾可以變的，詞尾變可以表示不同意思，表示不同應用，還有可以那個次序可以倒轉的，不同英文，不同我們中文的。還有俄文有陽性、中性、陰性，性即是 gender， 有數，數即是有單數、複數，還有有格，格是相當之麻煩的，即如果是初學來說啊，咁遲啲我會介紹宗教，俄羅斯嘅宗教或者斯拉夫民族嘅宗教就係東正教。記住東正教係基督教嘅其中一種，同基督教有咩分別呢？原始嚟講，基督教咧簡單嚟講可以分為有西方嘅西羅馬同埋東羅馬。西羅馬即係而家嘅梵蒂岡。咁佢哋嘅簡單嚟講叫天主教，而東羅馬咧就係而家嘅伊斯坦堡，咁咧後來嗰陣時叫做君士坦丁堡，咁咧就係分裂咗成為兩個教會，東正教嘅教義相對嚟講比較古老啲啊，咁但係咧後來去到1453年咧。呢個伊斯坦堡即係嗰個君士坦丁堡，俾呢個奧斯曼帝國啦。或者叫鄂圖曼帝國啦，睇你視乎用咩語言啊。咁咧覆滅咗之後，伊斯坦布即係Constantinople變做一個係伊斯蘭嘅地方嚟嘅。咁咧所以嚟講咧，第二羅馬就覆滅咗啦。第二羅馬覆滅咗之後咧，莫斯科就話我係第三羅馬，我係繼承君士坦丁堡嘅東正教。所以嚟講咧。東正教咧，雖然有個特徵就係話，全世界嘅東正教咧，其實嚟講係互相大家互相自主嘅，唔係好似羅馬嘅天主教咁樣咧，係以梵蒂岡為中心嘅做領導嘅。但係嚟講嘅勢力最大咧，就係莫斯科嘅東正教教會。咁咧，儀式上亦都有啲唔同嘅，例如呢個係去到教堂啦，畫十字啦。畫十字呢個順序通常嚟講就係用個三個手指，用個右手嘅手指啦，拇指、中食指、中指。首先嚟講咧，畫十字咧就上邊、下邊，跟住右邊，同埋跟住就去到最嬲尾就左邊嘅。而天主教係相反嘅啊，咁啊呢個同埋咧東正教嘅教堂係冇座位嘅啊，咁啊呢個係比較特別少少嘅啊。好，咁咧東正教。
關於東正教呢一樣嘢，可以大家去睇一個電視劇 ，YouTube 上面有噶啦，有字幕嘅。咁我叫 Sophia。Sophia 簡單嚟講就係有關莫斯科公國伊凡三世嗰陣時咧，因為娶咗 Sophia 呢一個拜占庭帝國嘅亡國公主，跟住之後就將呢個國家叫做俄羅斯，叫做第三羅馬嘅一個故事嚟嘅，相當之好睇，好似係八集嘅，咁啊大家有機會去睇下。非常之高水平的製作嚟嘅 ，OK， 好，咁有關俄羅斯的文化咧，俄羅斯好多節日嘅，咁啊有別於我哋中國人啦，即係華人的節日咧，俄羅斯咧其實嚟講有個新曆嘅新年啦，有個呢個俄曆嘅新年啦，咁咧新曆嘅新年係做好重要嘅，佢一去到12月31號夜晚咧，全世界都放煙花噶啦，啊咁啊。去到差不多是凌晨的時候大家去聚餐啦，跟住而家嚟講通常都會看電視的直播啦，普京又會 在最嬲尾嗰10分鐘咧就會演講啦，演完講之後就敲鐘啦，敲完鐘再放煙花啦，咁呢個就是俄羅斯的新年啦，係非常之重要的。咁咧，但係咧俄羅斯的曆法，即係呢個東正教曆法咧係有啲唔同的，東正教的曆法是遲啲嘅。咁咧，去到1月7號咧，就係個俄羅斯嘅聖誕節啦。啊，附帶一提喎，俄羅斯嘅聖誕老人咧係著藍色衫嘅，唔係著紅色衫嘅。啊，咁啊呢個係比較大家要知道呢樣嘢。除咗有聖誕老人之外咧，仲有呢個冰雪公主嘅。咁呢個同西方嘅世界好唔同嘅。啊，咁咧仲有一個舊新年，舊新年就係後多7日。就是1月14號的舊新年啊，咁但係咧，舊新年就唔係一般民眾都會過嘅，係一啲好虔誠嘅教徒就會過舊嘅新年嘅，亦都唔係放假嘅日子嚟嘅。俄羅斯一般嚟講放假係放到7號啫，8號就要翻工噶啦啊嚇。咁去到19號，1月19號有個叫做Krasnaya 咧，係主顯節。主顯節的特徵咧，就係咧全世界都會浸凍水啊！例如我喺我以前居住嘅索契咧，就啲人就會去到海邊，凌晨咧就海邊或者清晨海邊咧就會游水啦啊！咁啊，普京每年都會浸凍水、浸冰水先係嘅，唔係做假嘅，呢個好好 common 嘅節日嚟嘅主顯節。咁咧。去到呢個冬天同埋春天嘅交界咧，就有個叫做 Masinica 係謝肉節。謝肉節係一個好古老嘅節日嚟嘅，唔係東正教嘅節日嚟嘅，係以前喺俄羅斯斯拉夫民族未相信呢個基督教就已經有嘅節日嚟嘅。咁咧每年呢個節日都唔同嘅日子嘅，今年會比較遲啲，今年係3月8號到14號，係一個1個星期嘅節日嚟嘅。咁咧Masinica 咧。就會例如喺啲市有啲市集啦，咁啊堆一啲稻草人啦，咁稻草人就會陳列啦，有啲遊戲啦，咁仲有食煎餅啦，仲有去最嬲尾嗰日咧，就會將呢個巨型嘅稻草人咧就會燒咗去嘅，意思就係咧就係送走呢個冬天，迎接春天啦啊，咁去到大致上係4月左右就有復活節啦。復活節就好多時啲人會有個會有蠟燭啦，同埋有啲好特別嘅蛋糕。咁啊，呢一個叫做係復活節啊，呢個圖就係 Masinica 啦啊，咁呢一個就好頭先講過啦，普京都會浸凍水就主顯節，咁啊去到新年啊，直到去到俄曆嘅聖誕節，去到莫斯科都係咁樣樣噶啦啊，所以俄羅斯人咧好多節日嘅，亦都好多假期嘅，如果做俄羅斯嘅學生咧，好爽嘅，成日放假嘅啊嚇。咁另外有啲國家節日喎，國家節日即係同政治啊，同佢歷史有關啦、啊。最近過咗一個叫男人節啦，就其實祖國保衛日。咁啊，呢一日放假嘅。咁呢一日咧，就例如啲女士就會可能送俾男士一啲禮物啦，例如送一啲皮帶啊、領呔啊等等啊。咁啊，過完男人節之後咧，就快就會過三八婦女節啦。啊，下個星期一。就係三八婦女節啦，三八婦女節調翻轉頭咧，
就會送花，男人會送花送俾女人。嚇，我考你一個問題，送花要送幾多朵噶？答唔答到啊？諗下送花，送花喺俄羅斯嚟講要送幾多朵噶？知唔知道啊？有冇概念啊？99，其實都好簡單嘅，其實冇咩所謂嘅。但係有一樣千祈唔可以送啊！即係喺俄羅斯送花，千祈唔可以犯嘅。七朵都冇問題嘅啊，99就有少少誇張，不過都冇問題嘅啊。啊，記住咧，喺俄羅斯記住送花。千祈唔可以送雙數嘅，知唔知道啊？送雙數係點解唔可以送雙數咧？因為送雙數係代表送俾死人嘅。記住呢一樣嘢啊！送一朵花都冇問題嘅，送三朵花冇問題，五朵花冇問題，99朵花都冇問題嘅。但係千祈唔可以送雙數，因為送雙數咧係死人嘅。你送得雙數俾人咧，可以絕交嘅。呢樣記住要注意啊！即係可能同華人有少少唔同噶嚇、啊，華人可能要成雙成對之類啦。但係喺俄羅斯係絕對唔可以送花係送雙數噶嚇嚇。記住呢一樣嘢，其實喺俄羅斯花係好平嘅，咁啊一般嚟講好 common 嘅，唔一定係男女朋友之間都送花嘅。有時嚟講好普通朋友都會送花啊，老師又送花啊，乜嘢都有送花啊。總之嚟講咧，俄羅斯咧隨街見隨街都會見到係花圃噶啦嚇。去到5月9日嘅就最重要嘅節日啦。5月9日係呢個打贏納粹德國啊，納粹德國係簽投降嗰個協議啊。咁啊喺西歐嚟講就5月8日，喺俄羅斯就5月9日啦。5月9日一定咧就閱兵，唔單止係莫斯科閱兵。重要是所有城市都會有不同大小的程度的閱兵叫 Jamboree Day Victory Day 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去年有個例外去年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關係呢就閱兵呢就暫停了去到6月24號延遲到去到6月24號那呢就先至有一個閱兵嘅儀式，今年就唔知道啦，哈哈我有樣嘢忘記咗提你哋咧，你哋喺翻個 Moodle 嗰度take 翻個 attendance 啊，記住啊 ，take attendance，please take attendance 啊 ，please take attendance 啊，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因為你哋如果去到75%嘅七折率咧，有張證書俾你嘅。我頭先就忘記咗提你哋，你哋記住要 take attendance 啊！如果你有啲咩問題嘅 ，send email 俾我啊嚇，記住呢一樣嘢。跟住咧，6月12日就俄羅斯日啦，同埋11月4日有一個叫做民族統一日 ，Jenlola 日日煎啦啊，就非常之都係放假嘅日子啦。但係最重要就係5月9日啦。好，去到俄羅斯，其實嚟講都一定要知道一啲著名嘅人物嘅。著名嘅人物就包括文學家啦、私人文學家啦、科學家啦等等。咁咧，首先嚟講，私人文學家一定要知道嘅，最出名嘅就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 就係可以話呢個俄羅斯文學界嘅太陽啊。啊，咁但係 Pushkin 嘅係好早死嘅。佢30多歲就死咗啦，死於咩嘢咧？死於以前咧俄羅斯帝國好興嘅一個陋習係咩咧？啲人去決鬥啊，好多時啲人為咗要保護佢自己嗰、那個OK session some option have been removed at the session has start OK no problem some option have been removed OK no problem send email 俾我啦，哈哈。即係如果你哋
你哋有困難嘅 send email 俾我嚇嚇。咁睇下先啊，全部都出席係咯，係咯，或者我截個圖咯，陳麗個旗得冇問題。咁所以嚟講咧，好多好多人咧，好多有名嘅人咧，其實都好早死。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哋大家去到大家為咗一啲好即係好瑣碎嘅嘢去決鬥啊！決鬥用槍啊，用劍啊，咩都有，用刀啊，咩都有嘅啊！咁啊，最嬲尾普希金咪好不幸啊，喪生啦啊，30多歲喪生啦。咁另外一個文學家啦。他寫小說啦，嗰個你啦，格哥嚟，咁咧佢有爭議嘅，點解咧？其實佢烏克蘭出世嘅，咁所以有人話佢係烏克蘭人嚟嘅，就唔係俄羅斯人嚟嘅，咁但係好出名，無礙佢個係咪俄羅斯定烏克蘭啦，無礙佢個地位啦。咁另外喺聖彼得堡有個好出名，以心理學題材為著名嘅一個文學家，叫做啊 Fyodor Dostoyevsky 啊。Dostoyevsky 咁咧好出名嘅，大家可以睇一睇啊。咁但係佢有個陋習係咩咧？好中意賭錢嘅，賭到差唔多破產嘅。咁另外《戰爭與和平》應該大家都聽過啦。呢個小説《戰爭與和平》嘅小説個作者咧就係 Lev Dostoyevsky， 即係咧托爾斯泰。OK，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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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記低，我會記低，同埋都會講翻俾學校聽啊。咁因為可能佢今年佢呢個學期佢轉咗個系統咧，有少少問題啊嚇。咁 OK 嘅啊，咁但我就係咯 ，take 翻張圖咁得咯 ，pin skin， 等我一陣啊。小畫家，pin skin 喺邊度啊？得，冇問題，算了。好，繼續，唔理佢咁多啦，係啦。好，咁科學家羅蒙索洛夫頭先講過啦，咁佢係佢唔單止係科學家、數學家、科學家、化學家，咩都係啦，仲要創立莫斯科大學嘅。中間嘅門捷列夫咧，就係最出名嘅元素周期表啊。如果你讀 chemistry 嘅嗰個周期表 periodic table 咧，就係佢初分分明啦。咁最嬲尾巴甫洛夫咧，其實最出名係一個條件反射，佢揾只狗做試驗，即係人體咧會有個生物咧有條件反射，就佢發現呢個機制嘅，非常之重要，同埋佢對運動科學係好有貢獻。咁音樂家、藝術家 Tchaikovsky 柴夫斯基啦，大家我唔需要介紹啦。畫家最出名就列賓啦 ，Lebin 啦。咁喺蘇聯時期有一個好出名嘅。是有關細路仔即係動畫啊嘅細路仔動畫家，即係等於呢個俄羅斯版嘅宮崎駿咧，就呢一個啦。Roman Abramovich， Gatchalov 啊，就呢個好出名嘅。你見好多蘇聯嘅卡通日日係由佢去舉製出嚟噶啦。太空人運動員嘅加加林 Yuri Gagarin 就係世界上第一個上太空嘅太空人。跟住伊森巴耶娃就係世界攤鋼跳多次嘅世界冠軍、奧運冠軍，同埋而家係國際奧委會嘅委員啦。咁仲有一個韓國人喎 ，Victor Ang 其實原先係代表韓國嘅，索契東嘅奧運會之前就轉咗國籍，就代表呢、這個俄羅斯參加索契東嘅奧運會 ，total 總共攞過六面金牌嘅，即係由佢代表韓國到代表俄羅斯六塊金牌。但是聽講好像最近都回了韓國了，因為他退役了，
同埋嚟講，俄羅斯俾人禁賽啊、制裁啊，令到佢個出賽嘅機會亦都減少咗。但係喺俄羅斯人當佢係個英雄嚟嘅。咁至於俄羅斯其實個流行音樂咧，有兩個好出名嘅人物，一個叫做Semyonovich Vysotsky， 咁咧就喺以前蘇聯時期咧，相對嚟講唔係咁自由嘅。咁但係咧，就佢呢個人物咧，其實佢本身嚟講咧，佢係做歌劇嘅。咁但係佢自己地下咧，佢都會有一啲係有流行嘅音樂。咁嗰陣時嚟講咧，蘇聯時期係禁制你流行音樂嘅出版嘅。咁好多時啲人啊黑市唱片咧，就除咗係倒賣西方嗰啲黑膠唱片之外咧，仲有咧就係用一啲比較好廉價嘅一啲替代品啊。例如係包括 X 光片啊，用 X 光片抌人氣質嘅 X 光片咧，就上面嚟講黑綠嗰、那個即音軌，咁咧就跟住去大家互相去傳閲噶啦。咁所以你見你有啲個骨片啊，骨片就係咁樣嚟噶啦。當然嚟講畫音質嚟講就好差啦啊。咁另外去到呢個八十年代咧，嗰陣時咧最出名就 Victor Tree，Victor Tree 就係等於我哋香港嘅 Beyond。Victor Tree 咧就好幸運，點解咧？因為去到八十年代嗰陣時，蘇聯就係轉咗戈爾巴喬夫、戈巴卓夫做呢、這個黨總書記，跟住咧佢比較開放，佢嘅作品同埋佢演出可以公開進行，但係咧佢又好早死嘅，佢喺拉脫維亞嗰陣時咧就車禍喪生，咁但係咧。佢亦都因為早死，亦都令到佢間接成為呢個前蘇聯國家以至到俄羅斯人嘅傳奇嚟嘅。大家我真係好推薦你聽 Victor Tree 嘅音樂啊嚇，即係喺蘇聯啊、喺俄羅斯啊嗰啲國家冇人唔知道嘅啊。咁另外咧，現今啦，現今其實喺俄羅斯咧好多流行歌手嘅，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啊～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聽過有啲嘅，咁啊，我推薦有三位，因為俄羅斯而家嚟講好多音樂都好垃圾嘅，啊，即係所以嚟講，我個人推薦呢三位，第一位就 Alek Gasmanov， 但係佢嘅係相對嚟講，人哋啲人覺得佢普京嘅，同埋好普俄羅斯嘅，所以嚟講咧見仁見智。但係我幾推薦佢嘅音樂嘅，我私人幾中意佢嘅音樂嘅啊嚇。咁啊有兩首你又可以聽一下。咁另外就中間呢一個係一個民歌嘅，主要唱民歌同埋藝術歌曲嘅 Yelena Waenga。咁啊係都係非常之出名，同埋頭先未開課之前咧，未開始之前我播嘅音樂就係佢唱噶啦 Yelena Waenga。咁當然最後一個人。石列基·勒沙列夫就是一個流行音樂，他的成就去到歐洲音樂大賽 Eurovision 呢曾經是代表這個俄羅斯去出席這個大賽，也都是拿到獎回來的咁當然近年咧嗰啲俄羅斯歌手都唔得啦，但係我幾推薦佢嘅啊！我用少少時間我播佢呢首，咁大致上你哋應該會有印象噶啦，希望你哋都聽過。
呢個就係我認為近期俄羅斯嗰個流行音樂嘅代表嚟㗎。OK， 咁當然嚟講咧，亦都俄羅斯有好多遺產，蘇聯時期嘅帶有嘅電影啦，咁仲有現而家嘅電視劇啦。其中一個比較出名啲喺奧斯卡嗰個金像獎入邊咧，有兩套前蘇聯時期到而家。有兩套外語片，即係有兩套電影咧，係喺攞奧斯卡攞個外語片嘅最佳外語片嘅獎啦。除咗《戰爭與和平》之外咧，另外呢個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就1981年，咁啊亦都好出名嘅。即係我都好推薦大家去睇下，因為佢咧完全冇嗰啲政治內容啊、成啊，咁係講生活嘅，咁啊係非常之出名嘅一個電影。咁在電視劇來說呢，有蘇聯時期啦，有這個俄羅斯時期啦。在蘇聯時期呢，是人都會都聽過的啦，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啦。咁啊，其實來說是一個間諜的電影來的，間諜的電視劇來的，沒人不會知道的，沒人不知道的。在七十年代是風魔蘇聯的，咁啊亦都非常之推薦大家。我都俾咗條 link 你哋咧，有中應該係有中文嘅字幕嘅，咁啊歡迎大家去聽，亦都咧其中入邊有一首音樂我都最中意嘅，格捷達達力噶，即係下邊呢首，咁啊好出名，但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唔放啦。咁喺而家俄羅斯都有好多電視劇嘅，其中一套電視劇到而家都有放嘅，就《馬拉佐斯卡》啦，就係講俄羅斯嗰個最出名嘅運動就係冰球啦。咁亦都好寫實嘅啊！呢、這、一個但係咧就唔係每一個電視劇都每一個 season 咧都有字幕嘅。咁啊，大家可以去揾下嚇。咁啊，卡通啦，蘇聯時期嘅卡通最出名就呢個《大耳茶布》啦。咁啊，其實嚟講 official 得四個短片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嚇，即係都我覺得喺而家嚟講都受歡迎嘅。咁另外右邊呢一個就係 Masha E. Medved， 即係 Masha 同埋熊啊，到而家都繼續係有放映有新嘅，咁啊細路仔都有，同埋嚟講咧唔同語言嘅，咁啊有機會即係男女老少我都覺得都啱睇嘅一個動畫卡通。好，跟住第二 part 咯，第二 part 咧就簡單嚟講講啊，係俄羅斯旅行生活。旅行呢、這個好緊要啊！首先嚟講咧，最重要係簽證。簽證咧，相信大家我諗在座大家都絕大部分都係揸特區護照，可能部分會有 BNO。
或者可能再幸運啲有其他護照嘅。咁咧如果你執特區護照嘅，一般情況之下14日免簽，由2009年開始14日免簽。但係要記住咧，14日免簽嘅定義係咧，你退到俄羅斯入境嗰一刻就已經係當第一日噶啦，就唔係話打後過咗一日先當第一日，唔係噶，14日。即所以咧，你要預咧，如果你喺俄羅斯個時間長咧，小心就唔好超過，一超過好大鑊噶。一過咗期，你出個一過咗期嘅話咧，罰錢，可能有機會扣留，甚至再極端啲，有機會咧喺你個 passport 上面揼印咧，5年之內唔俾入境噶。咁你記住，千祈唔好去觸犯呢個紅線。咁如果你係假設你計劃超過14日嘅話咧，就要申請旅遊簽證啦。咁喺香港亦都好方便嘅。因為個俄羅斯領事館喺新鴻基大廈嗰度嘅，咁啊基本上你要網上揼咗表啦，有邀請函啦，交個護照正本證件照啦，你可以親身去領事館去預約，喺網上都有得預約嘅。你或者可以咧，佢領事館咧其實有個 official 嘅 agent 咧，俾多少少錢就可以咧就幫你去搞埋嘅。咁分別係乜嘢呢？分別咧就係、是。如果你在領事館咧，你又要預約嘅，同埋嚟講咧，領事館批咗你個簽證嘅話咧，你只可以喺上晝去攞嘅。咁啊，如果係有 agent 嘅話咧，佢幫你攞埋，跟住再通知你，跟住就你上翻去個寫字樓去攞得噶啦。其實都係同一棟嘢嚟嘅。咁咧 ，BNO 嘅話要申請旅遊簽證。咁啊，其實基本上同英國護照係冇分別嘅。唯獨是有樣嘢就係咧要注意，就係咧 BNO 嘅話，如果網上申請表上面咧會填好多樣嘢嘅，因為俄羅斯同英國嘅關係唔係太好嘅，所以嚟講，如果用 BNO 申請嘅話咧都冇問題。但係你要填咧，例如過去10年啊，你去過咩國家啊？過去10年去過俄羅斯幾多次啊？咁樣樣，咁啊，所以會比較繁複少少，但都 OK 嘅，就要俾錢啦。當然就係咁咧。至於嚟講咧，呢樣嘢係新嘅喎，電子簽證咧，其他國家咧就會有個16日嘅電子簽證嘅，原先係今年14嘅，但係因為咧嗰個肺炎嘅問題咧，俄羅斯仲係封關嘅，咁所以呢個暫時凍結咗。肺炎嗰個疫情，全球嘅疫情結束咗之後咧，咁咧相信就會實施噶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呢一個亦都便利咗揸其他護照嘅人啦，即係例如你中國護照啊。例如你台灣護照啊等等嚟講咧，就可以俾$40咧去申請一個16日嘅電子簽證啦。咁啊係一個大嘅進步嚟嘅，因為電子簽證以前都有，但係電子簽證以前咧係得6日嘅，同埋嚟講咧只可以限某個地方入、某個地方出，唔可以全國運行嘅。咁咧入到境之後咧，記住咧就有一張嘢好緊要嘅，就係、是、我圖片咧右邊呢一張。右邊呢一張千祈唔好唔見，一入境之後咧，佢會同你揼咗啲資料啦，跟住印出嚟之後咧，佢會 keep 起左邊呢、這個左邊呢 part， 右邊呢 part 咧就會夾埋你個 passport 嗰度俾你嘅，俾你之前佢要你簽名嘅，對一對簽名嘅，記住千祈唔可以唔見呢份嘢啊，唔見呢份嘢罰錢，同埋嚟講咧會影響到你日後入俄羅斯嗰、那個。入唔入到與否會有機會影響到，呢個好緊要㗎。呢個叫做入境註冊卡。咁咧仲有附帶一提咧，如果你去俄羅斯同埋白俄斯咧，咁咧其實呢張嘢係兩個國家通行嘅。咁啊，遲啲我會講。咁去到入咗境啦，順利入咗境，跟住坐車啦，住酒店啦，住酒店要做另外一樣嘢，就叫做 registration 啊，就叫做咧就要註冊啦。即係如果你以前大陸叫做落户登記啦，簡單嚟講就係話咧，如果你喺個地方留超過7日咧，其實嚟講要註冊嘅，你唔註冊嘅話咧要罰你錢嘅。咁呢個嚟講一般嚟講酒店會同你做嘅，或者嚟講部分啲 hostel 咧就會可能收你$250盧布啦，咁咧同你做呢張嘢嘅，呢張嘢都好緊要啊！呢張嘢如果你出境嗰陣時有機會會 check 嘅。或者有機會在街道警察查你嗰陣時咧，查你證件咧，
你都要提供埋嘅啊，咁啊記住就好緊要，但係嚟講就唔一定會 check 嘅，但係咧呢一張嘢係最好要有，頭先個護照啦，同埋呢個入境註冊卡係必須要有，冇嘅話你會好麻煩嘅啊，輕則就入差館啦，重則就罰錢，甚至以後唔俾入境嘅，甚至遣返添嘅。貨幣啦，貨幣就俄羅斯用盧布啦 ，Ruby 啦。咁啊，盧布嚟講啊，喺近呢五年咧浮動得好交關，咁咧亦都間接令到咧俄羅斯嘅經濟咧大大受挫。喺而家嚟講咧，一蚊美金大致上咧70零個盧布，咁所以而家嘅俄羅斯嘅物價，如果你去俄羅斯旅行咧，係可能會覺得好平嘅，主要就因為呢個匯價嘅問題。但我第一次去俄羅斯是2013年嗰時咧，係一蚊美金對大致上4盧布左右，哇！嗰時就好貴啦。去到2014年又開始要貶值啊，跟住再大貶啊，貶完之後再升翻值啊，跟住再大貶啊，咁樣樣啊，直到而家就差唔多基本上穩定一個蚊港紙對大致上係9啊、9.5啊，甚至有機會10盧布啦。有紙幣有硬幣，硬幣咧由哥比即係等於我哋毫子啦，都好少見噶啦。啊，1啊、2啊、10啊、5嘅盧布係好常見嘅。啊，坐車啊等等一定要用噶啦。啊，咁我都有好多啦，好重啊，搞到我行包都好重。啊，咁另外有紙幣啦，紙幣有10，10就好，10嘅盧布好少用，而家好少見噶啦。一般嚟講都係10嘅硬幣噶啦。50起標啦，50啊、100啊、500啊、1000呢啲係常見嘅。5000咧，一般嚟講比較少。5000嚟講，一般如果係鋪頭仔唔會收嘅啊。咁啊，另外咧，近呢幾年有200同埋2000嘅盧布咧，間唔中都會有，亦都係印刷都幾精美嘅盧布嚟嘅，哈哈。咁啊，盧布好多時啲人咪講就話唔值錢嘅，就因為個貶值嘅問題。咁但係俄羅斯嘅金融嚟講咧，都算幾發達嘅。信用卡嚟講咧係好 common 嘅，所以嚟講都唔需要擔心啊。咁你我教你個方法啦。知唔知如果喺俄羅斯嚟講咧，如果你想撳錢，你可以點樣撳啊？知唔知道啊？香港有一間銀行咧，如果喺俄羅斯提款咧係好方便嘅。估下係邊一間啦？其實都係嗰幾間啫。估下可以打字俾我睇下啊嚇！有人話係匯豐。匯豐都 OK 嘅，但係匯豐有個問題咧，中銀麻麻地，花旗係最好嘅。點解咧？因為花旗銀行咧，基本上全世界嘅 Citibank 嘅提款機都唔需要收手續費嘅。我只係話你普通嗰張提款卡啊，即係可能係 Pass 啦，最近係轉咗做 Master 啦。咁其實基本上嚟講，你見到有 Pass 嘅系統你都 OK 噶啦。咁啊 ，Citibank 咧。基本上不需要收手續費，就算你 Citibank 你去到機場咧，機場當然冇 Citibank 啦，機場有一間叫Celebrant 啊，叫係綠色嘅提款機，綠色嘅銀行嘅嗰間咧係俄羅斯儲蓄銀行，係最大間銀行咧，喺嗰間去提款咧唔需要手續費，亦都咧。基本上我都未試過有任何提款的問題，所以嚟講咧，用 Citibank 係最好的啦。匯豐同埋中銀有咩問題呢？中銀未必俾你撳得到錢出嚟，如果你銀聯嘅更加唔得，銀聯通常未必可靠嘅 ，Visa 就會可靠啲。但係嚟講咧，如果你係同匯豐係一模一樣，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咧。你未撳錢出嚟，已經收你幾十蚊手續費啦。同埋嚟講，未必撳得到錢出嚟。所以嚟講，記住咧，如果你去旅行申請張 Citibank 嘅提款卡或者信用卡係最好噶啦，一定係噶啦。去到全世界
邊個地方都係 Citibank 係最好噶啦，啊，即係香港嗰張 Citibank 提款卡係，即係我喺俄羅斯留學嗰三年，有時咧冇現金都係撳噶，直接撳噶啦。咁啊，基本上得2% 差價啫。咁啊，要注意，記住千祈唔好去啲找換店找換啊，千祈唔好啊，尤其是機場啊，機場可以食你成30-40% 嘅差價噶。啊，亦都唔需要香港換啊，基本上你帶張信用卡，一張信用卡。一張 Citibank 提款卡搞掂，就咁簡單。亦都唔好，亦都唔好指意有得用港幣去換啊，冇噶。帶美金，帶少少美金去到市區嘅銀行或者走換店去換錢，千祈唔好喺機場換。呢樣嘢係我對你哋嘅即係去旅行嘅一個忠告啊！喺俄羅斯旅行，因為俄羅斯其實好多好多都呃人噶，啊，尤其是你見到你中國人面孔更加咁呃你噶。所以嚟講咧，就儘量呢啲嘢 DIY 好。水同埋電啦，喺俄羅斯有樣嘢，千祈唔好飲水喉水直接飲，因為俄羅斯啲水喉水咧有少少問題嘅。硬水之餘咧，另外有時啲喉管咧嘅保養未必咁好嘅，所以咧一般嚟講都要煲過嘅。同埋咧好多時咧嗰啲咁啊水煲咧入邊都有水窖嘅。所以嚟講，你可想而知嗰啲礦泉水，即係嗰啲佢個硬水個硬度係幾強啊！所以通常嚟講咧，就會係買喺超級市場買呢個礦泉水。記住礦泉水咧喺俄羅斯係好平嘅，高加索嘅礦泉水咧一支1.5升，大致上可以去到港紙5-6左右噶啦。5-6係好可考嘅，係全世界最好嘅礦泉水，係高加索礦泉水，有幾隻牌子嘅。啊！你係呢只叫做Yesenduki 啦 ，Yesenduki 有4號有17號嘅，啊，即係鹹度少少唔同嘅。另外就係Rossan， 亦都係好出名嘅礦泉水。另外當然有啲礦泉水就搞到更加嘅礦泉水，嗰啲貴比較貴啲啊。電咧就係兩腳軟嘅，我係非常之中意呢啲頭啊。點解咧？慳位，慳位啊！我到而家都繼續都有用嘅，即係我寧願用轉轉頭，我都會，例如手機啊，中意用呢啲頭嘅，即係其實都幾好用下啦。嗱，喺記住咧，東歐咧，東歐啲國家除咗英國之外咧，全東歐都係用呢個頭噶啦，去到西歐都係噶啦，東歐西歐都係呢個頭噶啦。咁所以呢個頭一個頭咧，兩腳頭咧就可以行遍成個歐洲噶啦。啊，去到莫斯科，咁一開始梗係要申請個門號啦，即係叫申請個電話號碼啦。咁啊，邊間最好咧？我就建議 MTS 係最好嘅，平嘅 Beeline， 或者係如果唔揀 MTS 嘅 Megaphone， 咁咧記住咧就好平嘅，大致上你佢如果係莫斯科出嘅卡，大致上係5GB。一個月咧，大致上係500盧布左右，即係大致上49，即係大致上係差唔多係60左右啦，60左右啦，係啦。咁啊比較簡單啲，喺機場都可以辦噶啦。咁咧莫斯科嗰個卡咧俄羅斯電話卡加7或者加8嘅。咁所以嚟講咧，冇所謂嘅，加七加八都係一樣嘅啦嚇。如果你打個字頭都係一樣嘅啦，後邊嗰三個咧就係嗰個地區號碼嚟嘅。咁啊，咁我到而家都仲有莫斯科嗰張電話卡嘅。咁只不過隔幾個月再充一次，咪繼續可以用咯嚇。咁啊即係你通常嚟講買一張咧有效期半年嘅。咁啊，社交媒體啦。在俄羅斯來說，那個網絡呢相對來說有限度自由，例如 LINE 是用不到的， LINE 是要用 VPN 才用得到的。 LinkedIn 呢，這個是有關就是這個職業 professional 的一個社交的網絡平台呢用不到的。 Apple Daily 都用不到的， Apple Daily 都上不到的，你要用 VPN 的啊。所以嚟講咧，但係基本上其他都通行嘅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啊、VK 啊，所有都通行嘅。咁但係咧，一般嚟講，俄羅斯人咧，嗰個因為電話咧冇個比
比較佢唔係佢哋唔係咁富有咧，個電話好多時裝 Facebook 咧有啲問題嘅，所以嚟講個俄羅斯人咧就未必會有 Facebook 嘅，就會有 VK 啦、Vkontakte 啦、Instagram 係好 common 啦，咁另外 OK 啦、Alaklassen 咧即係同學網啦，咁另外就有呢、這個Mail.ru 啦，咁 Viber 都好 common 嘅，咁俄羅斯嗰個瀏覽器就 Yandex 啦，咁個功能都相當之強大嘅啊哈。咁所以嚟講咧，基本上佢同西方國家咧，有少少唔同，但係基本上大同小異嘅。好，交通啊，飛機去莫斯科有四個機場嘅。咁啊，如果香港人去嘅個機場咧，就一般嚟講 SVO 北邊呢個機場嘅。但係我非常之討厭呢個機場，點解咧？因為呢個機場咧塞車塞得好勁嘅。所以你記住咧，就最好一定係咧，唔可以千祈唔好坐陸路交通。坐地鐵啊，或者嚟講坐機鐵出去就 OK 噶啦。咁啊，一般嚟講都一個鐘頭噶啦，要起碼。以前曾經都有一個機場係 DME 都曾經有啦，或者 VKO 啦。但係而家冇咗呢啲航班啦。咁我最中意用下邊呢個機場嘅。咁啊，俄羅斯航空啦，即係香港每日都有一班啦，但係而家基本上都停咗噶啦。直到嗰個肺炎解決咗之後，先會有。國內啊，第二間航空公司最大嘅就 S 出啦，西伯利亞航空公司啦，另外就係 Utra 啦、Babetta 啦，呢啲係比較平嘅。但係你記住咧，訂票咧，佢哋 S 出啊、Utra 啦、Babetta 咧，好多時訂票咧，佢係唔包你行李嘅，唔包你有呢個機艙行李嘅。所以嚟講，你要注意啦。考呢樣嘢喎，如果你網上買票，有結算單位噶嘛？結算你最好用美金啊，用歐元啊、港元啊、人民幣啊，定係用盧布啊？考呢個問題，即係你網上買機票啊，可以打下諗下，用邊種貨幣結算係最好嘅？如果你買機票，網上買機票，有人話用美金，再俾多十秒，睇下有冇人答。有一個人答，好啦，我開股。一般嚟講，我建議大家網上買機票用盧布去結算，千祈唔好用美金，千祈唔好用歐元，係平少少嘅，盧布係平啲咁多嘅。啊，記住呢一樣嘢啊！啊，永遠都係用盧布去結算，千祈唔好話。歐元啊、美金啊、或者人民幣啊、或者港元，千祈唔好。仲有一樣嘢咧，記住咧，你要確定你嗰張卡啊，喺海外可以喺海外嘅網上銀行用得到嘅。俄羅斯航空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張卡去到海外都可以買得到飛嘅。但係有啲細嘅銀行仔咧，細嘅航空機，即係比較似少少航空公司仔咧。S 出都冇問題嘅 ，Uta 啊、Babetta 呢啲比較本地嘅航空公司咧，你將香港信用卡咧，你去到海外咧就未必俾你可以做網上嘅付款嘅。啊，最 long 尾就要可能要用翻你俄羅斯嗰啲銀行卡啦。當然因為我以前留學嘅有一張咁嘅嘢喺度啦，要注意呢兩樣嘢。好，咁啊，坐火車咯喎，啊，坐火車好方便，坐火車基本上嚟講，這個問題不大嘅。即係頭先付款嗰個系統 OK 嘅，啊火車有好多種啦，火車一般俄羅斯嘅火車咧，其實都係一個字慢㗎啦，啊有啲長途列車啦，長途列車有分一等、二等、三等啦，咁啊同大陸嗰啲火車有少少唔同嘅，三等咧嗰個座位係咁樣樣嘅，三等咧佢側邊咧佢就都有上下鋪嘅，即係三等就唔會好似中國咁樣有上鋪、中鋪、下鋪咁樣樣啦。咁啊，基本上係上鋪同下鋪，但係要有個側邊位嘅，所以嚟講買飛要注意啲啦。咁啊，二等基本上係即係包房嘅上下鋪啦，一等就係一間包房嘅得個下鋪咁樣樣啦。咁啊，一般嚟講我中意三等嘅，點解三等比較通風啲啊？咁啊，另外啲市郊列車，市郊列車即係連接呢個莫斯科同埋呢個市郊嘅一啲唔對座嘅列車啦。咁啊。變相係一啲交通工，一啲類似公共交通工具咁樣樣啦。
咁另外有啲新啲嘅就係雙人嘅，即係呢個雙層嘅列車啦。咁啊，相對嚟講價錢啊，中挺挺。市際列車就係呢個啦，啊 Lastochka 啦，燕子號啦，其實係西門子嘅車嚟嘅。咁啊，而家一般都會代替一啲係市與市之間嘅列車啦。咁另外俄斯有一條高鐵嘅，莫斯科聖彼得堡 ，total 係4个钟头嘅。咁啊～咁價錢會比較貴少少。咁如果你去莫斯科同聖彼得堡之間旅行咧，你可以坐呢一個，你可以坐普通嘅列車瞓一晚，價錢唔會差得太遠啊。咁另外喺俄斯嘅列車長途列車上面有啲服務啦，即係例如呢個飲茶啦、飲咖啡啦，好平嘅。咁啊會有個好精美嘅杯托俾你嘅。咁啊，亦都你可以如果想買，可以同佢講話。做紀念品嘅嚇，咁咧俄羅斯嘅鐵路最出名係叫西伯利亞嘅鐵路喎。西伯利亞鐵路咧你見呢個右手邊呢個圖咧，你見紅色呢一條咧就係最原始嘅西伯利亞鐵路。去到呢一度咧，其實你有條紫色路線咧係最原始嘅啊。咁咧西伯利亞鐵路大致上嚟講係100年前多少少嘅產物嚟嘅。咁啊，當時俄羅斯征服咗呢個西伯利亞啦，同埋吞併咗海參崴之後咧，就決定起一條鐵路咧，貫通東西啦。咁啊，要7日嘅，啊 ，total 要坐7日7夜。咁當然嚟講咧，亦都有好多國際列車啦。國際列車例如有通蒙古啦，有通中國北京啦，有通呢個平壤啦。咁但係咧，喺而家嚟講好不幸，全部都停曬。咁多年以嚟都係冇停過嘅，唯獨是而家呢個武漢肺炎就停曬呢啲所有嘅國際列車啦。咁咧我建議你哋坐咧就唔好坐曬全程，因為七日七夜咧冇得沖涼都好辛苦嘅。我建議你哋咧就可能嚟講坐呢個西伯利亞呢段，尤其是可能係揀一啲夏天嘅季節坐下，冬天可能坐一次，夏天又坐一次。由呢、這個可能由海參崴坐到去大致上係羅華士比利，即係呢個新西伯利亞之後咧，後邊嗰啲段咧就坐飛機，咁啊會比較好睇啲，同埋有個叫貝加爾湖嘅一段，相當之壯觀嘅，有條支線嘅啊。咁咧就喺網上面可以買到飛噶啦，咁啊好方便嘅呢一樣嘢。如果你買國際列車嘅，就一定要去櫃台買。咁咧，市內嘅 transportation 咧，咁啊，有地鐵啦，有公交車啦 ，autobus 啦 ，autobus 有啲細嘅叫 matruska 啦，即係呢個細嘅 matruska 啦。咁另外就係 trolleybus 啦 ，trolleybus 即係呢個無軌嘅電車啦。另外又有軌嘅電車 tramway 啦。咁咧，另外有一樣的士咯，的士要記住咧。那個就是停了 K3 K4 次停了啊。還有一件事提你啊，如果由是北京去莫斯科那個國際列車呢，是有兩條路線的，一條路線呢是不經蒙古的，一條路線呢是經蒙古的。那你要選擇的，因為呢蒙古的話呢會可能來講他要轉軌啊，成呢會長啲嘅，價錢亦都唔同嘅。另一條路線係行呢個東北嘅，兜過即係去到黑龍江，跟住再入呢個俄羅斯嘅，有兩條路線嘅啊。咁啊要注意呢樣嘢，有兩條路線嘅。咁咧就俄羅斯，你記住咧，的士千祈唔好周街搭的士，因為俄羅斯咧的士係冇標嘅。所以嚟講，一般嚟講，一定都係用 Yandex 達斯呢只 software 咧去 call 的士噶啦，有埋呢個價錢，仲有咧最好用信用卡去俾，因為點解咧？如果你 Yandex 達斯咧，最嬲尾俾錢，如果你俾現金咧，好多時佢未必會找錢俾你噶。俄羅斯人有少少蠱惑嘅，有時對外國人有啲蠱惑嘅，所以最好用信用卡去結算，明碼實價。咁咧，莫斯科地鐵價錢係點樣咧？今年啱啱加咗價，
如果你單程的就60元盧布，聖彼得堡就55元盧布，其他那些都差不多了，應該大致上25元盧布左右。如果你用公交卡，莫斯科就托利加，就呢個三頭馬車嘅托利加，42蚊。聖彼得堡另外有一個公交卡，就係60蚊。唔係60蚊，平啲，平啲。呢個我要 check 翻個價錢，呢個唔係60蚊，係啦。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咧，喺聖彼得堡咧。同莫斯科最大分別是什麼呢？莫斯科如果你那件行李呢是不需要收你錢的，聖彼得堡無論你坐這個公共交通工具、啊、即是這個巴士、啊、坐地鐵呢，如果你有件大件的行李呢，另外要收多一份錢的，這個是最大分別來的，大家要注意這件事、啊、那呢、酒店住宿記住呢，俄羅斯來說除非你真的很搭水，否則來說一般不建議你住酒店的。為什麼呢？因為酒店是很貴的，尤其是莫斯科是真的出名，是世界上數一數二貴住酒店的。住 hostel 呢都價錢都 OK 的，市中心一般來說的 hostel 的價錢大致上100元港幣一晚左右，去到市郊左右就可能去到40-50元港幣一晚了。聖彼得堡就相對比較便宜，聖彼得堡大致上是30元到80元不等了。咁我建議大家住 hostel 嘅，啊住即係如果你去慣旅行住 hostel， 大家都記住咧，最好就揀呢啲 hostel 咧有 lock 架嘅，啊就唔好揀啲冇 lock 架嘅，咁啊會比較安全啲。一般嚟講都 OK 噶啦，喺 booking.com 啊呢啲大家都知道噶啦，或者啊 Airbnb 啊啊即係幾個人一齊可以 Airbnb 住個 apartment 都 OK 嘅，但要記住要考慮就係咧有冇得同你做註冊呢樣嘢，呢個好緊要嘅。如果你冇得同你做註冊咧，就最好唔好 book 啦。餐廳嘅都係啊，餐廳你可以用啊 GIS 啊 Yandex 去揾下有冇啲啱嘅餐廳，最好就唔好用 Google， 因為 Google 咧喺俄羅斯嚟講咧唔係太準確嘅。咁啊，餐廳有幾種等級嘅，貴啲嘅 restaurant 即係餐廳啦，平啲嘅就係叫 cafe。咖啡咧，簡單嚟講，即係一般飲咖啡啦，啊食下甜品啦，甚至可能有機會飲酒嘅。Stolovaya就比較最便宜實惠噶啦，即係飯堂，類似你大學嘅飯堂咁樣啦。咁啊，基本上嚟講喺莫斯科相對比較少啲，但喺其他城市好流行嘅。我最中意去 Stolovaya 噶啦，但係咧要學翻少少俄文先至好去，因為咧一般嚟講 menu 都係冇英文嘅。呢幾年好啲，因為辦咗世界盃。飲食，俄羅斯人嘅飲食一般嚟講咧，離不開主要兩樣嘢，一個係薯仔，另一個係奶類嘅產品。嗱，湯咧最出名就係 broth 啦 ，broth 如果你去東歐餐廳，香港嘅東歐餐廳就會食到正正宗宗嘅羅宋湯。俄羅斯嘅羅宋湯同香港嘅羅宋湯有咩分別咧？俄羅斯嘅羅宋湯係有甜菜嘅。所以俄羅斯的羅宋湯是甜的，是不會有帶少少辣味的，也都沒有番茄的。同埋俄羅斯的羅宋湯會加 spetmata， 即是這個叫做酸奶油，記住一定要加酸奶油，酸奶油是其中一個俄羅斯飲食的靈魂來的，就是白色這一塊東西。咁另外有啲叫做有啲其他嘅湯啦 ，Akoshka 啦係俄羅斯嘅凍湯啦 ，Shush 啦係魚湯啦 ，Boss 頭先介紹過啦。咁啊，另外就係 Syanska 啦 ，Syanska 都係我其中最愛嘅，就有肉啊，有最又有檸檬啊，有香腸啊等等呢啲嘢啦。咁啊，烏霞啦，烏霞都係魚湯嚟嘅。咁啊，唔會單調。湯在俄羅斯來說是很重要，因為怎麼說呢，湯有時來說你沒有東西吃的時候，湯就是你一餐了。沙律，俄羅斯的頭盤一定是沙律，沙律就有 olive 啦，另外有一個最出名的就是 Selonga Brod Susboy 啦，這個就是個名字，中文譯名很有趣的，其實有魚的，飛魚穿皮草加沙律，上面是魚來的，上面是同甜菜，中間有一層魚啊，跟住再有啲蔬菜咁樣樣嘅，口味見仁見智，我就一般般
啊。咁另外咧，煎餅俄式嘅煎餅啦，邊尼啦 ，gasa 啦 ，gasa 就係即係有啲係一啲叫做稀，唔係稀飯嚟嘅啊。gasa 咧就係有一啲叫做唔係燕麥，唔係荞麥。荞麦跟住再可以加奶啊，加成啦，加沙咁啊一餐噶啦。咁另外俄罗斯嘅饺子啦 ，Benemini 啊，咁啊圆嘅。乌克兰饺子系新月形嘅，俄罗斯嘅饺子系圆形嘅。咁啊奶嘅类产品啦，我非常之建议你试下奶渣啦。如果尤其是你想系女仔啊，想身材好啲啊，男仔想大只啲啊，但系惊肥嘅话咧，食多啲奶渣。因為奶渣成肥人嘅，一克嘅奶渣咧就有十克嘅牛奶嘅營養，但係成肥人嘅。我以前喺俄羅斯成日都食噶啦。點解俄羅斯人好多咁大隻咧？俄羅斯運動員咁大隻咧？因為佢餐餐早餐都食呢一個。另外就係呢個酸奶酪餅啦 ，Sniggy 啦，咁啊冇咩特別，啊都係入邊有少少嗰啲奶啦。外面你可以加啲酸奶油啦，咁另外頭先講酸奶油 Smetana 啦，咁飲品 Labida 有 Combret 啦 ，Combret 就係一啲果汁，一啲果唔同嘅水果變成嘅一啲果汁，咁另外 Crafts 啦 ，Crafts 就係用啲麵包去發酵冇酒精嘅類似啤酒嘅產品嚟嘅。Crafts 喺俄羅斯好緊要，喺夏天隨地都有得買 Crafts， 有機器啦，有車啦，餐廳啦，好平嘅，一杯可能大致上係兩三蚊港紙一杯，啊，仲可以買一支。咁另外奶類產品有 Gefit 啦 ，Gefit 就係酸奶，同我哋香港嘅 Yoga 係完全唔同嘅。Gefit 係非常之好嘅，如果你胃唔好咧，飲 Gefit 就得啦。而且 Gefit 飲唔肥人嘅 ，Gefit 係奶嘅一啲代替品，非常之健康，對你嘅腸道非常之健康。咁仲有俄羅斯離唔開，梗係酒啦。酒啊最出名係 Vodka 啦。咁 Vodka 咧，其實嚟講咧，是俄羅斯啊、白羅斯啊、波蘭啊、立陶宛咧共有嘅一種嘅飲品嚟嘅，標準係40%。咁但係咧 ，Vodka 咧喺俄羅斯嚟講咧，造成好多問題嘅。點解咧？因為俄羅斯人個基因咧，佢飲酒咧係好難會醉嘅。但係飲一支佢可以去一支可以懟曬佢好快嘅，冇問題，唔會醉嘅。飲第二支就會醉啦。咁咧，再加埋俄羅斯天氣凍咧。佢好多時啲人相信咧飲 Vodka 咧，其實嚟講會嚟保暖嘅，所以喺俄羅斯咧周街都係飲醉酒嘅人，呢個係好大問題嚟噶，由古到今都係噶啦。所以喺俄羅斯買酒咧係有限制嘅，第一 check 你嘅護照嘅。如果你亞洲人，好多時咧成日都會俾人 check 護照噶啦，喺超級市場問你 passport， 即係話咧你夠唔夠稱啊咁樣樣啊。另外咧。去到十點鐘打後咧，就會封住曬噶啦，就冇得買酒噶啦嚇。但係雖然係咁多措施，亦都阻唔到俄羅斯人飲酒，飲到醉曬，醉喺街頭。所以嚟講，呢個係個社會問題啦，哈哈。咁但係咧，即係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就好彩，因為我以前生活的地方高加索咧，相對嚟講就少啲呢啲問題。同埋咧，好多替代品有葡萄酒啊，其他啊咁啊，嗰啲啊比較健康啲。啊 ，Vodka 我建議你就係、是你可以一試，但係就唔好多飲，因為 Vodka 真係對身體有少少唔係咁好嘅，係。同埋俄羅斯人嘅 Vodka 咧，俄羅斯人飲酒咧係為咗飲醉。飲酒，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呢樣嘢。好嗱，去到一啲旅遊城市，我因為時間無多，我會介紹俾大家啦。咁首先係莫斯科啦，我有一段好簡單嘅短片介紹莫斯科嘅，大家可以睇一睇下。
咁基本上就已經係概括咗莫斯科嘅景點。但係要記住咧，去莫斯科咧，我建議你大家去夏天會去會 excellent 啲，因為點解咧？因為去到秋天同埋冬天咧，第一佢會落雪啦，同埋個氣温都有時會降到去可能有機會零下三十度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尤其是十一月打後咧。通常嚟講冇太陽嘅，冇太陽意思即係天陰啊，即係可能一個月入邊咧，可能得個幾十分鐘咧係有太陽嘅，所以嚟講咧，莫斯科個冬天咧唔係話咁好受，比較抑鬱少少嘅。咁我建議你真係夏天，因為夏天會相對嚟講嘅日照時間比較長啲啦，可能去到七八點啊、八九點啊先至日落嘅。咁啊同埋嚟講嗰個夏天一啲都唔熱嘅。夏天可能嚟講頂曬籠，可能廿三四度啊咁樣樣，咁非常之好。如果你中意，可能一日到晚去行下 cafe 啊，係夏天係 excellent 嘅，真係 excellent 嘅，哈哈。咁乜都方便啲啊。咁啊有幾個區嘅，中心有紅牆啦，等等啦。咁啊有城東一隻螞蟻啦，城南就係有一個最出名嘅博物館，即係藝術博物館啦。城北就係呢個全俄展覽館同埋博物館啦。城西咧就係有個勝利公園啦，即係呢個為國戰爭嘅中央博物館啊等等啦，仲有莫斯科地鐵，一一介紹俾大家。咁咧呢個克里姆林宮喎，克里姆林宮啊就係隔離有紅牆啦。紅牆就係個入口嘅，係呢棟嘢，紅色呢棟嘢就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嚟嘅，原先都係莫斯科大學嘅一個建築物嚟嘅。呢、這個就係 GUM 啦 ，GUM 就係呢個國家嘅百貨公司，入邊我建議大家可以買個雪糕，以前咧好平嘅，以前係50蚊盧布嘅，大致上係三四年前50蚊盧布嘅，而家就100蚊盧布啦。咁啊正正對面嘅。即係喺呢個國立博物館正正對面嘅聖阿西利大教堂，咁當然嚟講，你俾門票嘅就可以入呢個克里姆林宮。其實克里姆林宮你俾張門票咧，其實咧只可以去五個嘅教堂，再加埋你再俾貴啲錢，有嗰個叫兵器館嘅。兵器館就係即係呢個克里姆林宮入邊嘅珍寶。嘅精華咧就兵器館嘅，但係一般有時啲人咧就會忽略咗唔去呢個，俾即係唔，因為佢另一個價錢嚟嘅。但係建議你去睇下。咁當然亦都有總統府啊等等啊，有城啊啊，有呢、這個即係呢個國家嘅一個禮儀館啊等等啦、啊。咁呢啲係另外一啲嘢啦嚇。咁啊克里姆林宮外邊咧有一個公園嘅喎、哦。
個公園叫做Saraste 啦。咁咧喺個公園又喺可以睇得到咧，有條橋咧露出去，可以睇得到莫斯科河，由莫斯科河睇得到呢個俄羅斯，即係呢個莫斯科嘅全景嘅。咁一至晚禮，你中意去購物嘅就可以去，但係我就從來都唔去嘅，因為我唔中意買嘢嘅。但係下邊呢個博物館嘅就係頭先呢一個啦，叫做 Gastudarsvesnaya Zhitrasklovskaya Galeria， 因為俄羅斯莫斯科係好多藝術館嘅，以呢個藝術館嚟講咧係最大最好嘅一個藝術館嚟嘅。咁啊可以開到夜晚好似九點鐘嘅，咁啊大家可以有機會去下喺市中心範圍入邊嘅。咁另外城北啊，全俄展覽館啦，全俄展覽館又有15個加盟共和國嘅國家，即係嗰陣時為咗要展覽蘇聯嘅成就啊，咁咧就會有呢啲咁嘅館啦。而家通常都變到大賣場啦。咁喺冬天咧，中心範圍就變咗係滑冰場嘅。咁啊喺呢個對面咧就有呢個太空博物館啦。太空博物館就係好出名，大家如果對俄羅斯嗰個太空歷史有興趣，就建議一定要去。咁另外咧，城西嘅就有呢個衛國戰爭嘅勝利嘅博物館。咁啊，除咗紀念衛國戰爭之外咧，即係二次大戰勝利咗之外咧，仲有紀念呢個以前打敗呢、這個打敗拿破崙呢、這個有一個係户外嘅一個園區嘅嚇。咁另外有一個叫聖少女嘅修道院啦。隔離就有個公墓啦，隔離呢個公墓咧就係、是、如果歷史人物要葬入呢個公墓入邊咧，要經過市民投票准許先有得可以葬喺入邊嘅。而喺入邊葬喺入邊咧，就係、是、包括有呢個藝術家啊、科學家啊、一啲部分嘅政要人物啊等等嘅。咁咧唔會覺得陰森恐怖嘅。就會覺得係即係佢哋俄羅斯人係充滿咗藝術嘅。咁另外你中意去睇呢個莫斯科即係俄羅斯嘅電影歷史咧，莫蘇聯嘅電影歷史咧，有個叫做莫斯科電影博物館啦。咁啊就要預約嘅，要打電話預約，好落後。預約咗之後，跟住再去嗰度買門票嘅啊嚇。至於莫斯科嘅地鐵係全世界最複雜、最繁忙嘅地鐵系統。遠遠比香港、遠遠比倫敦複雜，每日嘅客流差唔多去到700-800萬人次，而且係非常之有效率嘅一個系統嚟嘅。而家有14條鐵線路，有200多個車站。咁咧有啲啊，除咗有紅線啊等等，紅線係最耐噶啦，有呢個環線啦、啊，近年又興咗起個二環線啦、啊。咁咧，莫斯科地鐵以前啊，俾人嘅感覺就係好黑板嘅，但係而家嘅車廂啊，好多時都有一啲新嘅車廂，一啲都唔差嘅，我覺得係先進過香港嘅，先進。唯獨是有一樣嘢係落後過香港，就係咧，莫斯科地鐵通常嚟講冇幕門嘅，啊冇幕門嘅。咁咧，仲有莫斯科地鐵，你記住咧，莫斯科地鐵入閘先要嘟嘅，出閘係唔會有嘟呢樣嘢嘅。所以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仲有莫斯科地鐵，如果係聾人啊，即係呢個盲人咧坐都可以坐得到嘅，主要咧個地鐵咧係向市中心範圍就男性去報站，離開就女性報站，或者橫線嘅話咧就係、是、如果係順時針就男性，逆時針就女性，所以大致上咧你如果係聽得明俄文嘅話咧，都會大致上知得到即係。不會話咁容易蕩失路，同埋佢設計咧，雖然嚟講行要行好多路嘅，但係絕對唔會話擠塞嘅啊。咁仲有係藝術品喎，即係喺佢唔同嘅車站，每一個車站都係藝術品嚟嘅。例如上面呢個嘅革命呢、這個係革命廣場嘅，咁咧革命廣場最出名上面有隻狗啦，通常啲人又中意摸個狗嘅鼻哥啊，或者雞嗰、那個即係摸只雞啊咁樣代表吉祥嘅，咁啊。下面有基輔站啊，等等啊，都是非常之漂亮的啊！即係由1930年到而家，都係基本上都係咁樣樣啦，古色古香啦啊！咁啊，亦都顯示到當地嘅人素質都相當之 OK 嘅，即係唔會話逐落入邊破壞嘅呢啲設施嘅啊，保養得相當之好。
咁第二個城市聖彼得堡咯喎，啊，聖彼得堡亦都係俄斯嘅第二首都啦。聖彼得堡我都放睇下啊，有片俾你睇啊，比較簡單啲。這個就是聖彼得堡了。聖彼得堡的面積相對來說比莫斯科是小的，但是聖彼得堡是我評價來說應該是全俄羅斯最漂亮的城市，也是最值得去的城市。但是住呢是另一回事，住物價比莫斯科便宜，但是聖彼得堡是濕凍的，所以冬天是相當之難受，還有呢聖彼得堡的緯度相當比較高的，所以個冬天咧係個日頭係好短嘅，去到11點鐘先日出嘅，夜誒下晝4點鐘日落噶啦。同埋咧都係冬天咧，成日都係天陰嘅。但係夏天就好爽啦，夏天係超級爽啊！聖彼得堡，所以都係建議大家夏天去聖彼得堡啊。嗱，除咗有埃綿達斯啦，即係冬宮博物館啦，有呢、這個俄斯博物館，俄斯博物館是全俄羅斯最大的歷史藝術博物館嚟嘅。咁另外頭先你見到有喀山大教堂啦、聖伊薩大教堂啦、亞歷山大公園啦。咁另外中心有條列亞大街啦，列亞大街係一開始呢個片有個叫烈血大教堂啦。咁啊仲有佢有因為佢係俄羅斯帝國嘅。接受西方文化的起出嚟的一個城市，所以嚟講佢好多好多好多好奇特的博物館嘅。人類學博物館入邊咧就好多收集嗰啲 K toy 啊，好多呢個 K 型嘅動物啊咁樣樣啦，就係一個係俄斯最老嘅博物館嚟嘅。另外喺市郊有一個叫做喺市中心有一個彼得要塞啦，市郊有彼得下宮啦。OK， 嗱，聖彼得堡其實嚟講原先係芬蘭嘅一個主宅地嚟嘅。
咁啊，原先最初係一個要塞嚟嘅啊。咁啊，聖彼得大帝贏咗芬蘭之後咧，喺呢個基喺個基礎上面咧，喺上面咧起咗個要塞。呢、這個要塞就係聖彼得堡嘅初型嚟嘅。跟住後嚟慢慢擴張到其他嘅沼澤地咧，都變咗而家嘅城市。咁咧，所以嚟講咧，就聖彼得堡係有兩 part， 一 part 係要塞，一 part 就係個城市西歐特色嘅城市。而聖彼得堡咧曾經改過幾次名嘅，啊，最初叫做聖彼得堡，跟住叫後來咧1914年改咗叫彼得堡，跟住蘇聯時期改咗列寧格勒。跟住列格勒之後咧，去到蘇聯解體咗就叫做聖彼得堡啦。聖彼得堡係1703年開城啊，咁所以歷史嚟講同莫斯科有一段距離啊。咁但係嚟講，聖彼得堡就係俄斯嘅文化、現代文化嘅精華。咁你見呢個東宮啦，東宮如果你係買飛咧，可以買3日嘅飛嘅，即係要睇換言之3日3夜先至可以咧。睇得曬成個東宮嘅，啊，東宮有分大啦，有分細啦，有分尤其啊，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博物館。咁啊，就入邊都係咁樣樣噶啦，啊，咁啊，呢個叫係列亞大街啦。列亞大街其實列亞就係一條河嚟嘅。咁下邊呢個卡山大教堂啊，跟住隔離呢個滴血大教堂啦，滴血大教堂嘅紀念咧。在俄羅斯帝國末期咧，有個沙皇咧喺呢度俾人暗殺，暗殺完咗暗殺身亡之後咧，下一任沙皇就喺呢度起咗個大教堂啦，而將佢被暗殺嘅地點包含咗喺入邊嘅。咁啊，頭先呢個人類學博物館啦，下邊呢個彼得要塞啦，彼得要塞中間呢個尖塔係一個大教堂嚟嘅。末代的沙皇的遺骨和他家人的遺骨呢就在這裡封聖了，也都呢這個彼得要塞呢集合軍事啦，集合教堂啦，集合政治啦，和集合監獄的用途的。那去到市郊了，市郊有個彼得下宮的，有分上下的，如果你去呢可以是坐火車或者是夏天可以坐船的，相對比較遠啲嘅，最出名佢個噴水池，噴水池有個好特別嘅系統嘅，所以會自動噴水嘅嚇。咁啊，建議大家即係夏天要去，冬天就唔建議大家去，因為冬天就基本上嚟講好多係唔開放嘅。好，下一個城市，下一個城市叫 Velinsky， 洛夫格勒就係大洛夫哥羅德。大洛夫點解會介紹呢個城市呢？因為這個城市其實來說在俄羅斯供應最古老的城市來的，啊，原先未有莫斯科公國之前呢，這個城市是最發達的，無論在政治啊，無論在軍事，還有當然是呢它的商業，還有來說最初呢俄羅斯原先來說，古俄羅斯原先來說是有民主政治的，即類似古希臘的民主政治的，但是後來這個城市被莫斯科征服了之後呢，就俄羅斯就變成一個專制 的國家，啊，就所以來說挺特別的，啊，這個城市呢比較近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坐火車3小時去到的了，欸，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在俄羅斯是有兩個洛夫哥羅德的，一個叫 Velinsky， 即是這個是偉大的大洛夫哥羅德，另外一個叫做夏洛夫哥羅德，叫 Velinsky Lovgala，那個，另外那個城市是大很多的，過100萬人的城市的，也都是2018年世界盃其中一個舉辦足球比賽的城市來的，千萬不要搞錯，因為那個城市跟這個爭幾百公里的，啊，記住啊，但是這個城市我建議大家如果是夏天去完聖彼得堡可以去這個城市去看一下，非常之好的，啊啊，時間關係的，我有 video 但是我不放了，啊啊，咁啊，另外咧就喺南邊咧有啲城市啦，就嘅係呢個Rostov-on-Don啦，就係弄河畔羅斯托夫啦。咁係哥薩克文化嘅，哥薩克文化即係簡單嚟講係喺俄羅斯西南啊，進入烏克蘭嗰時咧，有俄羅斯人有烏克蘭人，為咗要逃避呢個嘅農奴農業嘅税啊，農奴咧就變咗自由民。亦都係一個好強悍嘅一啲群體嚟嘅，
以前俄羅斯帝國啊，就好多時收編咗佢成為一啲僱傭兵嘅。咁喺呢個城市就會睇到哥薩克文化啦。亦都推薦大家，如果夏天可以去下。咁另外咧就係、是、最後一個城市伏爾加格勒。伏爾加格勒咧最出名嘅地方，因為二次大戰嘅最慘烈嘅戰場嚟嘅。咁基本上嚟講咧。如果你要去呢個城市，就係睇二次大戰嘅遺跡嚟㗎啦。咁啊，有媽媽耶夫啦，有媽媽耶夫呢個媽媽耶夫大江呢、這個即係個山江啦，上面有一個全個俄羅斯最大嘅雕像啦，祖國啲母親在召喚啦。咁喺呢個圓凳墩呢個建築物其實係呢個啦，有無名火啊城啦，每個鐘頭就會有呢個士兵咧去換江啊城啦。咁另外有一個大樓就係、是、其實係對面嚟嘅，呢、这、一個係一個紀念一個戰爭嘅，跟有個全一個360度 view 嘅一個博物館嚟嘅。跟住呢一個係一個麵包廠嘅位置啦，同埋喺呢個對面有個巴夫洛夫大樓咧，其實係嗰陣時嘅打仗一個位置，剩低咗嘅磚瓦，之後喺隔離咧再起一棟樓，將佢支撐住。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出名嘅名勝嚟嘅，咁咧相對嚟講呢個城市就比較落後啲，咁但係經過世界盃2018年嘅世界盃之後咧，呢個城市都改頭換面㗎啦，比較現代化啲，咁啊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去下俄羅斯嘅西南。咁咧關於俄羅斯即係文化呢部分咧，我就講到咁多。剩低呢啲時間咧，我會同大家講下俄羅斯俄文嘅字母。OK， 我選你佢。OK， 好啦，嗱，俄文，今堂咧我會介紹一下俄文嘅俄文個33個字母嘅讀音。咁其實每一堂我都會重複一次噶啦。我都會重複完之後，再教一啲深入啲嘅俄文。咁啊，咁啊，首先嚟講，我記住咧，俄文咧就會係前蘇聯國家基本上通行噶啦。雖然唔係個個國家官方語言，但係咧喺民間一定要俄文嘅，所以俄文非常之重要。咁俄文頭先我講過啦，有性數格啦。有字母、有元音、輔音同埋一個分音符號啦，咁啊，仲有動詞咧，就比較簡單啲嘅。但係動詞因為佢牽涉到有要牽涉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咧，所以動詞咧初學俄文亦都會有啲困難，就係、是、呢個動詞嘅。但係俄文嘅動詞比英文嘅動詞簡單。咁啊，俄文有書寫嘅，有印刷體啦，右邊嘅印刷體啦，有手寫體啦。一般嚟講，如果你初學一定係印刷體噶啦，因為印刷體比較容易去分辨。書面呢個手寫體咧，我就會用呢、這個I will solve this problem. I will send an email to the school. I mean to tell them about the attendance today. So no problem. Don't worry about this. And also about the system matter, I will also email to the school to solve. I mean maybe the technical problem because they changed the system. Yeah. Okay. I think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Continue. 嗱。就手寫體咧，去到我呢啲 level 就要用手寫體嘅，因為快，同埋手寫體會俄羅斯人係寫手寫體寫得好靚嘅啊，所以嚟講你學俄文，將來有機會學埋手寫體，亦都令到你人哋見到你識寫手寫體又尊重你嘅啊。好啦，首先而家講俄文字母嘅讀音咯，33個字母我會逐一個，我會逐一去解釋，同埋教你點樣讀。首先第一個字母 R 即係等於英文嘅 A。佢唔係讀 A 啦 ，R。第二個字母係 B， 右邊呢個就等於英文嘅 B。R，B。第三個字母 Where， 你見嗰個字母其實好似英文嘅 B 喎，但係其實佢唔係 B 嚟嘅，佢係讀 Where， 等於英文嘅 Where， 讀咗 R， 讀咗 B，Where，R，B，Where。第四個字母一個角落頭咁樣嘅係 G。等於英文的 G， A B V G，
好啦，第四個、第五個字母比較奇怪啲咯，啊，兩棟，跟住再一環，跟住再隔離兩點，呢個係 D，D 等於英文嘅 D， 啊 ，B where 嘅 D， 跟住第六個字母就係、是、你見係英文嘅 E， 但係其實佢唔係讀 E， 佢讀 E， 前面有個 I 加個 E，E 呢個係遠嘅，啊 ，B where 嘅 D。跟住咧，呢、这個 E 上面有兩點嘅，就叫 your， 咁咧係 I 再加 O 係 your， 唔係 ye， 唔係係 your。跟住呢一個類似有個 M， 好似類似 MTR 之類嗰啲符號，咁咧叫做 share， 英文嘅轉寫係 share 係乜嘢？點讀咧？有個字叫 repression 嗰個中間個 share， 但係要讀得重啲，要送氣出去嘅。記住，千祈唔可以送氣，唔送氣係一定要送氣 share。跟住就係 set， 類似個三字，就係、是、英文嘅 set。之後就係 e， 英文嘅 i 係一個 n 嘅倒轉啦 ，e 要讀長啲嘅 e。跟住。個 E 字上面再有一個斜嘅叫耶，其實係一個短嘅 I 嚟嘅，但係一般嚟講個讀音就係、是、讀耶好短嘅，亦都唔係讀 E 唔係讀 E 係讀耶。跟住 K 同英文一模一樣 K。跟住呢個就係 L。有一樣要講咧，香港人有時咧。英文嗰、那個英文啊，粵語啊 ，L 同埋個 N 咧係分唔清嘅。但係讀俄文啊，千祈唔好分唔清，因為咧聽唔明嘅人哋。嗱 ，L 簡單嚟講就唔用鼻哥嘅，就咁送氣出嚟嘅。如果係 N 咧，就跟個 N 咧就係要用鼻哥嘅，所以大家要要搞清楚啊。呢、這個 L， 跟住就 M 同英文嘅 M 係一模一樣啦。下一個就係、是。N 即係等於英文嘅 N， 但係佢一般嚟講讀 N 就用你嗱你聽到就鼻哥音啊 N 啊，跟住就 O 就唔係英文就唔係 O 係 O 啊，跟住就 P 就類似一個一個磚，但係咧冇咗下邊嘅，咁啊 P 係等於英文嘅 P， 誒。調翻轉頭呢一個隔離右邊呢一個就係、是你見係英文嘅 P 喎，但係咧唔係讀 P 喎，係英係呢個係 R， 但係咧亦都唔係讀英文嘅 R， 係讀西班牙文嘅 R。嗱、呢一個咧係真係呢、這個係啲真理嘅，係將條脷攤平，將個嘴張開，跟住啲氣流咧將條脷咧浸嘅。嗱、这个、呢個咧呢個音咧應該係俄文嚟講，喺如果喺華人咧學俄文最難發嘅音，因為呢個好多時咧有機會你由你一開始學幾年都學唔到，都發唔到呢個音。但係發唔到呢個音冇所謂，你發 R 得㗎啦。我以前咧係點樣練咧？喺個浴室嗰度練嘅，浴室吸啊含啲水啊，跟住噴下噴下咧，就慢慢咧條脷放鬆咗，就讀得到呢個音㗎啦。啊，跟住。S 寫法就等於英文的 C， 但係其實 S 跟住 T 同英文一模一樣，但係佢讀 T。跟住 U 英文嘅寫法就 Y， 但係佢讀 U。跟住隔離呢一個就 F， 同希臘字母嗰個基本上冇咩太大分別。F 跟住黑就係唔係 H 啊？黑就係 KH， 即係要送氣出嚟嘅黑。咁咧寫法就用英文嘅 X。但係有時有啲外國人佢就直率性就係讀照讀得㗎啦，因為其實分別唔係太大。跟住呢、這個右邊呢個就係 S，TS。但係咧就唔係強調個 T， 係強調後邊個 S， 是。跟住就係 check， 等於英文嘅 CH。
之後呢、這、一個、向上開頭嘅就叫做 S H S H S OK。跟住呢一個咧就係、是、其實係後邊後邊有個尾嘅，其實就係前面呢個 S H 後邊再加一個 E 讀長啲 S H S H 係圓嘅。誒、欸、呢、這個類似 B 嘅符號咧係唔發音嘅，係鹹音符號唔發音嘅。俄文係有兩個符號係唔發音嘅，跟住呢一個係俄文其中一個最難發嘅音咧，就係 oi， 就係將 e i 呢個音咧，將條脷擺到最後 e oi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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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俄文嘅字咧係魚啊 fish 嗰個讀音咧叫 riba 咧，就係將前面個震音再加呢個音，所以咧你識讀魚咧就讀得到兩個音啦。OK， 軟音符號都是不發音的，跟住是倒翻轉的 E 向左手邊開頭開口的就是 耶 是硬的，跟頭先嗰個耶是不同的 ，A 是 A 就冇前面冇 I 的 A， 跟住就 U 係等於英文的 YU。最嬲尾好重要呢、這個字係呀係解我咁解，係英係俄文最嬲尾個字母啦。嗱，所以咧我重新會讀一次俾你聽。阿貝維傑德耶喲雪斯。E K L M N O P R S T U F H S CH SH雪，硬音符号唔发音 ；r， 软音符号都唔发音 ；a，u， 呀，嗱呢个就系33个俄文字母嘅发音。有冇咩问题？需唔需要我再重复一次？因為俄文字母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咧佢源於保加利亞同埋咧有參照希臘嘅，所以佢有啲啊 very good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大家要適應，大家最重要的一樣嘢咧要知道佢基本發音，同埋要知道佢咧轉換做拉丁字母即係英文字母咧係點樣樣？點解咧？因為去到俄羅斯而家好多新嘅城市入邊咧，好多時啲路牌咧。地鐵牌啊、路牌都要俄英對照嘅，佢有時未必將個意思翻譯嘅，有時會將佢讀音翻譯嘅，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到佢點樣去要將佢變做呢個英文嗰、那個即係嗰個字母啊。嗱，好讀一次咯，我讀多兩次啦。好，首先嚟講第一次 ，A、B、V、G、D。耶哟雪四一耶 K L M N O P R S T U F H S C S S 鹹音符號唔發音 ，R 軟音符號都唔發音嘅 ，A U Y 好
最後一次，最後一次，再聽多一次咯喎。自己不過呢段片應該打後你都可以有得 download 嘅，都會 upload 翻上去嘅，咁你哋可以參照翻啊。開始咯喎。A, B, W, G, D, E, U, Sh, S, E, Y, K, L, M, N.N O P R S T U F H S C H S C 音音符号唔发音 R元音符號都唔發音 ，A、U、Y， 好啦，嗱呢個就係俄文33個字母嘅發音，發音嘅關係表我唔會詳細多講啦，即其實佢有呢啲規律嘅，咁啊下邊呢啲會教你點樣去發音，咁你都可以自己睇啦，即你會有成份嘅 PowerPoint。咁咧就下個星期三八婦女節見啦。咁啊，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即係收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一7:00繼續香港台北連線，拜拜。Να σου τάνει για. Κι έτσι, 有咩问题嘅, 你哋都可以, email 俾我嘅, 应该你哋都会收到我, 琴日俾你嗰个 email, 咁又除咗有学校嘅 email 之外, 有 personal 嘅 email, 有咩问题你随时都可以, 留言俾我, 多谢。